当零零后进入职场，喂，听说公司新来了个零零后，太好了，整顿职场。说我吗？零零后这么早来上班，我不理解，按时上班很正常吧？人齐，开会啊！一大早来开会，老板来了。整顿，需要带电脑吗？啊，零零后更薄，我不理解。就到这吧，有个加急文件给客户，谁跑一下？老板，我觉得整顿，我可以。喂，不就这吧，一个？没事，我今天开车了。零零后买车了。还是电车，我不理解。我帮你理解，这辆轩逸电驱版是纯电驱，300牛米，大扭矩，电机直驱，快。就像没有中间商赚差价哦，内燃机还智能匹配启动时机静，就像在办公室聊天，看到老板进来就静音哦。有电车的不用那么拼啊，不像你们哦。你不懂，这个时间我送完可以下班了，快去快回啊，今晚加个班。我已经明白加班，你什么呀？那不如去我老爸公司，我不干了。喂，莫走啊，整顿饭先啦。